主料：菠菜150克，大蒜10克，胡萝卜2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菠菜带根淘洗一下，将根剪掉，一片片掰开浸泡。菠菜用开水穿烫，胡萝卜切细丝儿，大蒜切成末备用，菠菜切断儿。热锅冷油，倒入大蒜和胡萝卜煸炒，改为小火倒入菠菜，翻搅均匀，加入调味料调味即可。装盘，烹饪技巧：菠菜已经熟了，所以加入菠菜时注意火候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